特地换了西装外套，在这么热的泰国。如果我可以看到 Ren 的话，我就是很想告诉他说，就是这一趟旅行等了10年，就是为了见他一面，希望这个可以透过见面，然后给我自己带来很大力量。希望一切顺利。请问一下，那个你等一下见到 Ren 的第一句话你要说什么？안녕하세요，저는林正威입니다。我想告诉 Ren 说，因为看了他的表演，让我即使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，也没有放弃对舞台的梦想。相信生命会影响下一个生命，我也希望带来这份感动。